专断成瘾呢，就是把染污的烦恼除掉，那而必须要去掉虚妄分别，种种颠倒妄想，才能去掉烦恼。去掉妄想烦恼以后，就可以啊得到涅槃。涅槃就是很清净了。你们不要认为那个死了才叫做涅槃，不是那回事啊！你在现前一年中，你能够去掉妄想，消掉了烦恼，没有贪嗔痴，你就在涅槃境界中，可以现证。不是死了才叫涅槃，那是错误的看法，所以这个第一大段呢，建立正确的人生观，就分为这四个小点。最终说啊，就是我们必须要转，学佛就要转，求十个转。第二个大段，正确的行量。一，行三宝功德。三宝就是福宝、法宝、身宝。佛在印度语啊，据说为佛陀，就是觉悟的圣者。叫佛陀。佛陀在因为中，在果位中啊，我们都应该学习，学习佛的功德。因为中的佛，为了求菩提啊，度众生，受种种痛苦，甚至舍弃头目水老，舍弃家庭。舍去国家，舍去一切，为了求无上菩提，求度众生，这是因为中的福，我们应该学习。果位中的福，证到菩提以后，尽管在法身中啊，在上际光中，但是啊，要想报身。为地上菩萨说法，以悲心又想化身为地前菩萨凡夫儿臣说法，悲心很重啊。所以佛啊，大悲大智大愿大雄大力，都是他的功德。那比喻来讲呢，就像大海中航船的道士，舵手，假如没得舵手啊，没得方向，这个船啊，就大海中叫沉没，就要靠大手和舵手把舵掌好，找方向，我们就可以用此岸到达彼岸。所以啊，我们要行佛的功德啊。法宝就代表佛说的法，三教十二部经典，八万四千法门。佛说法说八万四千法门，就是对治众生八万四千的烦恼痛苦。所以啊，佛啊就光说经度论三藏，光明因果，光明正道。有了佛说法，世间有法宝啊，就是我们世间的光明，众生的福报。
啊。那比如来讲啊，法宝就像暗暗藏于中的明灯，没得明灯，暗暗藏于啊，就永远都是暗的，都是黑暗的，是吧？我们就可以啊，看到光明，看到前途，走正道。身宝就代表身重啊，出家身重啊，身重啊叫活活重，一见为师啊，阻止如何的身段，成为道德的典范啊，它的功能啊，就好像这个医院的看护啊，跟这个病人打针吃药啊，送茶送水，也是很爱护众生啊。所以我们要相信三宝的功德，与佛我们就要转迷为觉，依法我们就要转学为正，依身我们就要以转恶为善，转然成就。这就是三宝功德。为什么要依三宝？第三，行佛法真理。佛法佛亲口宣扬啊，是佛教最高的哲学，今生不达。也比如这个佛教里面讲的啊，缘起性空，万法唯心，法界缘起，一念三千，六大缘起等等，这都是佛法真理啊。其中啊，比如缘起性空和万法唯心啊，这两大系统，大乘佛教的两大系统啊，缘起性空啊，讲的真空，在西藏中国叫真空见啊。但是要得真空见呢，必须要了解缘起，缘起是如幻如化呀啊，从如幻如化的缘起中达到无我的境界，就进入真空。所以真空不离妙有啊，妙有不离真空。心经讲的啊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空有不二。这个般若内容就讲这个内容啊，了解空就可以离一切相，就可以积极行一切善啊。大乘佛教的第二个系统，法相为识，法相为识啊，将万法为心，因观法界心，一切为心潮啊。这是佛教啊，建立四处世间生死轮回，建立最高佛陀境界的根本理论啊。众生世界是由于染污心，阿赖耶识心；浮屠世界、清净世界，由于佛的清净心、广大心、清净心、平等心、慈悲心，而成为浮屠。一切唯心呐。人是事物，越是离不开心，
是吧？法法生虚，离不开心，人是一些事物，它是离不开心。这个心呢，是从过去式、现在式、未来式啊，相续不断。有前面的心，就有现在的心；有现在的心，就有未来的心，心心相续，生命不断。所以啊，这个佛教讲，必须要改造我们的心，净化我们的心，啊，才能改变我们的生命。就是我去讲的啊，才能把这个啊，这个染污的色壳子，要转成清净的莲花身、金刚身，才办得到。所以啊，这个大乘佛教这两个系统，一个缘起性空的般若，而一个是万法唯心的唯识法相，就是佛法真理啊，说透了宇宙人生，是吧？一切真理包括这一头。其他都不讲了啊，什么法界缘起啊、语言三千啊，啊，各种内容都不讲了。这是第二个，不，第一个行了三宝功德，第二个行了业报真实啊，这是佛教的基本观点。一学佛行了三宝，一句就行了。假使说你不行了业报啊，不行量入道轮回，那你这个行建不起来。所以这个现在有研究佛学的吧，也有学佛的吧，啊，研究学佛的是佛学者，一般这个什么社科院啊、大学教授啊多得很，他作为知识研究，但他就不相信业报，不归于三宝。当然也有啊，我只是有一部分，因为其中有信仰三宝的啊。因为那个学佛者就不同了，学佛者真诚的归敬三宝，相信因果，相信业报，他才能真正建立道心呐、啊，才能修学佛法，这是有区别的、啊。所以就是三个小点了，要行业报真实，是修无上菩提，可修可证。啊，无上菩提啊，就是佛果吧，啊，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，佛经讲众生福性平等啊，不管你什么种族、什么贵贱、什么老幼啊，福性平等啊，不是福，只有唯一的福，其他都不能成佛啊。福是一成佛，众生是唯成佛啊。那个《华华经》高头啊，有个上不清菩萨，那《华华经》高头有这么一段嘛。上不清菩萨，他见了人就拜，啊，他有两句话呀、啊：汝等该当作佛，我不敢轻慢汝等。啊，这个有人呢就嬉笑他，
甚至还骂他啊，他还是磕头啊，保护却不懂，他还是说汝等该当作福啊，我不敢轻慢汝等啊，结果要打他，他就站得远远地避开，还是跟他磕头，汝等该当作福啊，我不敢轻慢汝等，就是我们学菩萨尊重众生，福行平等，是吧？众生是未成佛，所以啊，我们应该是大地众生啊，都是未成佛啊，要尊重一切众生，爱护一切众生，不要扰乱一切众生，不要给众生受痛苦，要使众生得到安乐。所以啊，我们应该有这个信心，我可以成佛，众生可以成佛，在修之中啊，做不修做不正啊，从资粮位、家训位、见道位、修道位，这都得修啊。到了九因为就正，这个为十法相叫这个五位的吧，叫华严经叫五十二位，那为十法相开阔五位，资粮位、家训位、见道位、修道位、究竟位啊，从资粮位到修道位啊，都叫做修，十地以上啊，进入等觉到妙觉啊，就叫正，一直到了妙觉就叫正啊，无上菩提啊，可修可证。我们中国过去有老话啊，彼及丈夫我一儿，不应为不应退让而畏缩啊，不应畏惧而退缩啊，彼及丈夫我一儿，不应畏惧而退缩啊，他是丈夫，我不是丈夫啊，我去好好住好好修，我就是丈夫，夫就是大丈夫嘛，我可以学夫，可以正夫，就是以上的第二大段啊，正确的信仰，行三宝功德，行佛法真理，行业报真实，行无上菩提，可修可证。第三大段呢，就学佛之行啊，包括善学之行、解脱之行、大事之行，这个拿菩提道次的光亮来讲啊，善学之行呢、啊，就是下士道；解脱之行呢，就是中士道；大士之行呢，就是上士道。这是菩提道次的光亮里面内容。善学之行呢，就是要保持人生。那哪怕死了以后没生极乐世界，没得到解脱啊，我要保持二十都要得到人生，才能修善，就善学之行啊。其中就包括啥子？要归敬三宝，要明白因果，要修五戒十善。不杀不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啊，再提高一点就十善，身不杀不盗不邪淫，语
不妄语，不出恶语，不混血语，不离家语，语不贪，不嗔，不痴，五戒可以达为十善啊。学五戒得人生，修十善可以升天去啊。起码升五境居天，还可以继续修行啊。这就是善趣之心。解脱之心呢，就是啥子？要达到生死解脱啊。在菩提道次论讲啊，有个条件，要远离尘世，要超尘出学啊。以贪恋家庭儿女啊，贪恋荣华富贵啊，功名利禄啊，也得不到解脱啊，得不到解脱的。要远离世俗啊，要有远离心，也叫做出离心。菩提道次第广论就具体叫出离心啊。这里面包括什么呢？叫修解脱之行，就是三学八正道。三学就戒定慧三学啊，要持戒，要修定，要修慧啊。这里面居士来讲啊，要好好持五戒，守五戒啊，结合要修定，每天静一下，在静中观察呀，就可以得慧，修戒定慧，轻易可以得到解脱。八正道啊，就是三学的，把它发挥出来的八正道啊。正见，第一个正见，要有正确的见解，你的见解呀，要合乎缘起性空之见，要有相续因果之见。正思维，第二个正思维，你的意识思维啊，不要邪思维，啊，不要落入断见，不要落入上见，要落入中道之见，啊，这个思维啊，很重要。这个人呢，居心动念呢都是思维，但我们要有正确思维。嗯，一般人的思维啊，他是想到另外一方面，离不开功名利禄啊，离不开是是非非，对吧？那就他的逻辑，说话的逻辑啊，就是要正思维。要合乎啊正道的，要有利于众生的啊，要明果的，不违反缘起性空的，要正思维。第三个正语，说正确的语言啊，不妄语，不出恶语，不混血语，不离家语。要说这个诚语、诚实语、正直语啊，柔软语、和合语，这是我们佛教的语言。正业就是正常的行动啊，正常的行动，不要杀，不要盗，不要邪淫啊。正明就以正法而获名，不要以邪法而获名。那这里面在家的居士工作啊，国家都有，要好好工作吧，好好工作，这个有利于国家人民的，有利于大众的心多主，以此过生活，都叫做正明啊。
真精进就是急于修善法，遇到困难都不退啊，百年如一日，遇到任何困难都不退，叫真精进。真言就每个念头啊保持正常的念佛，你想想念下去啊，念法你想想念下去，念身你想想念下去，保持正念啊，真定，真言相学就要真定啊，要八正道。修解脱心呐、啊，要解脱生死，要拒绝啊，处理心，心都上，那叫修三学八正道。啊，第三呢就是大势之心。好的，兄弟。哦，真的。十点。嗯。我看一下，等一下。好的。十一点。哦，十一点了啊。休息会儿吗？不休息啊。洗手间。大势之心呢，就是菩萨心，菩萨心最大势。啊，比如说文殊菩萨、观音菩萨、弥勒菩萨、普贤菩萨，都叫做大士。什么叫大士啊？能够发大心度众生，这种菩萨都叫做大士啊。菩萨之心，这里啊，一个就是所谓这个三点啊，一个要发菩提心，菩提心以悲心为主啊。这个《黄远经普贤宏愿品》有一段啊，菩萨若能随顺众生，则为随顺供养诸佛。若与众生真众成实啊，则为供养成实如来。若令众生生欢喜者，则令一切如来欢喜。何以故？诸佛如来以大悲心而为体故，因与众生而须大悲，因大悲心生菩提心，因菩提心得生正觉。这是华严经普贤宏愿品讲的啊，说菩萨以悲心为主，要发广大心，上乘佛道，下救众生，下度众生，这叫做菩提心。具体来讲，菩提心的内容有这么三种：一、正智心，佛心就是正智心，你的心要和佛心啊，广大正智啊，没得偏私。第二，深善心，你的心啊应该深广，像大海一样的修一些善法，以利益众生为前提。第三，广大回向心，比如说你一切功德不要占据为私有啊，你的功德应该向所有众生回向，愿一切众生得一切乐，离一切苦。
所以发菩提心啊，具体的。